여러분안녕하세요한국아라요안녕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한국아라요大家好，我是卡特。大家好，我是将军。Yes， 就到了我们每周四下午五点，好不好？今天要跟大家聊很多 K-pop， 还有韩国的娱乐，还有今天，没错，如果你昨天就有去电影院，好不好？看了一部算是韩国今年上档的神作。Yes. 上映七天就破700万人，700万人哦，进场看哦。先跟大家提，700万人，一张票200块，已经14亿哦，一个礼拜14亿的票房，很可怕。哎，没有数学，直接忽然就算起来。等一下也会，我们将军他因为国际的记者会，这次《与神同行二》在台湾举办，所以有国际记者会。等一下将军有当现场的翻译，也会跟大家聊一些荣幸的当天的那种趣事，跟大家聊一下，没有错。你好，有了朋友来，快点，有看到我们直播出来留言一下，我看到你们，要不然大家们装死，快点再留言，刷嗨一发，快点啊，帮忙一下我们节目。你有没有听到都已经没有 BGM， 没有配乐了，没有你们的留言，这个节目怎么进行下去？是不是？将军不要只会笑，快点配乐。没错没错没错，多多留言啊，快点啊，快点，你快点抠你的，抠你的粉丝出来，快点、啊。我的粉丝在哪里？我有看到很多，我有看到很多将军的粉丝妹妹哦，她在 IG 上面那些妹妹的名称都写说唯爱将军。有吗？有，哎、欸，你的我还比你了解你粉丝，完全不知道、欸。有，你的粉丝下面还会打一大堆说，哎、欸，将军的狂粉，将军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都没有在关注你粉丝，我还继续偷看你粉丝在哪里。将军在哪里？他在哪里啊？我的粉丝现在在哪里？他你永远在他心里，你懂不懂？真的是啊，阿妞有一波，哎、欸，看到了詹淑慧，阿妞还有陈慧仪，卡特的头发很粗鄙，不要闹了。今天先来一个比较 gentleman 绅士风的风格。好啦好啦，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来，今天我们每次看我们的韩国阿拉友都有很多很棒的奖品要送给大家，没有说今天一开始就要先跟大家提我们要送什么奖品给大家。来来来来，韩国的音乐剧摇滚芭比，摇滚芭比，来将军，我们要送几组？先跟大家讲，五组，送五组，五组，对，一组有几张？两张，两张，总所以总共要送，可以跟女朋友一起去看，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看嘛？没错，总共要送出10张。然后很简单，我们这一部剧呢，在8月17号到8月26号、哦，对对 对，要在台湾上。你只要回答出在什么时候演出，好不好？我刚刚已经讲完了，8月17号到8月26号，大家只要回答，然后好好的 follow 一下我们这一部韩国音乐剧。如果你真的真心觉得不错，看完之后也可以好好推荐你的朋友去一起享受一下，一起去看。这韩国音乐剧有很多很棒的魅力，我以前看过乱打，乱打真的很有趣。对啊，我们一起去看的嘛。对对，哎、欸，我跟你吗、啊？我在这里看的、欸。你在这里看的？我在这里看没有，我是在韩国看的。我在韩国看的，很小的时候，也是乱打那个时候刚出现的时候，我在那个明洞，在那个明洞看的。然后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韩国音乐剧有时候不需要讲话，对，就透过一些行为表示，用动作来表达嘛。对对对，很好玩。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国音乐剧的？有不？有没有？有没有？来。像吴亦婷啊，还有 Lance， 有没有 Lance Chen？ 大家都有提到张佑星。张佑星，8月17号到8月26号，你们相当不用心，都直接复制贴上。你看每一个答案都长一模一样，真的是哦、啊。来个特别的，就有几率中奖了。没有，你看，哎呦，你看，像我们 Lenny 跟 Line， 你看他就多有用心。摇滚芭比在台湾演出，8月17号到8月26号，真的为他拍手，真的谢谢你啊。没有复制贴上，很用心看我们节目。撒浪耶哦，狗猫哟，撒浪耶哦，狗猫又来接，又开始安妞。对，哎、欸，你看我们韩星包包小编，现在他也很努力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天。安妞有不？好，啊，我们等一下呢，记得我们先来看一下摇滚芭比的宣传影片。Let's go。안녕하세요저는뮤지컬헤딩연출을맡은손지은입니다작년보다세트가업그레이드됐고비주얼적인면이좀보강이많이됐고요영상도훨씬다채로워진것같아요마이클리베오는확실히원어로무대를준비하다보니까원작에가까운느낌을살릴수있는것같아요You know, we've been rehearsing with the script and the music, but today we got to actually put that all together
with the costumes and the makeup, and it just brings it to life another step further. And for me as an actor, that's incredibly satisfying and incredibly exciting and incredibly scary. I'm having so much fun. Today was extremely fun, and it just makes me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this story with you and having a lot of fun at the theater with you. 오만석 배우 같은 경우는 경험이 워낙에 많으시고 작품을 이해하는 깊이가 좀 많이 깊으시죠. 무대에 올라가기 전에 다른 공연이랑 다르게 한 시간 이상 앉아서 분장만 하는 이런 공연이 흔치 않거든요. 그만큼 정성이 많이 들어가고 손길이 많이 닿고 생각을 많이 하게 되는 작품이라는 걸 다시 한번 느끼게 됐고 그만큼 그 책임감이 더 느껴지는 것 같아요. 정문성 배우 같은 경우는 작년에 이어서 이제 또 헤드윅을 하게 됐는데 그만큼 무대에서 더 자유롭게 놀 줄 아는 캐릭터인 것 같아요. 많이 사랑하시잖아요. 저도 헤드윅을 엄청나게 사랑하거든요. 이 사랑하는 사람들이 온전히 사랑할 수 있는 그 헤드윅으로 무대에 설 수 있도록 노력하겠습니다. 여러분 많이 응원해 주시고요. 열심히 준비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고마워요. 好特别哦！哇，刚刚看完了我们摇滚芭比的预告影片。然后真的里面那位男主角，如果你有看《河游记》《花游记》的话，你应该会想起来他在里面有演女主角小时候喜欢的那位初恋。你看到应该觉得他脸很眼熟。然后他现在也参与这部音乐剧。大家如果想看的好不好？很简单。留下，就像刚刚上面复制贴上，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也躲在里面，有我们的好像，像我们的思思好像也躲在里面，还是米米好像躲在里面偷留言了，自己暗藏我们门票，自己要躲在里面偷水，对，不错，哎，像沈三庙啊，还有周观音，没错，8月17号到8月26号在台湾演出会去看的，不错，所以感谢你们用心看节目，感谢大家，安妞有不，感谢感谢，然后呢，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一下，你干嘛整？哎，他都不主持，他都一直在笑，哎，安妞，没有没有，很像看那个韩国的直播节目的感觉，我差一点给你那个飘风扇啊，谢谢谢谢啊，那个一艘气球，哦对，那个一个塔啊，一个火箭，谢谢。好、啊，谢谢。再来，再来，再来。今天离达标啊，那个50000点就入会啊，不是啦，那个是赖群啊，不是啊，我们是正常的， oh, no, no, no. 我们这边不能 donate， okay. 好不好？要不然你来，你要怎么讲？我怎么讲？哦，你如果想要，你要说啊，不用，我们这边不用 donate， 只要大家有我们有你们的爱跟你们的关注就够。来，换你来。有你们的爱，我们就很开心了。所以大家尽量多多留言，对，谢谢你们。哎、欸，你的技巧是哪一支？谢谢谢谢谢谢。OK OK 哈，我收到你们的爱了，所以多多留言。谢谢你们。哎、欸，将军，你妈看到这一段会不会觉得你来台湾好像都不学好，学坏了？我妈应该觉得我应该在外面拼的混得很难过。怎么说？开始被台湾人带坏，开始对女生讲一些奇怪的话。不错，你看，连我们韩信抱抱小编说，将军干嘛一直笑啦？真的哦。来，我跟你讲，我们直接你好像看戏一样，把我当一个小型的猫人在看。好啦，我们等一下进入下一个片段。下一个片段呢是要介绍一下我们本周好不好？一样有我们 K-pop 前十名榜单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周又有哪十首好歌？我们现在看一下前第十名到第五名 ，Let's get it。看完了是我们本周音乐榜单 K-pop 榜单第10名到第6名，可是我发现我们的观众们好像
都没有太专心在看直播，在看我们的榜单。有一位 Mark Gulin 说：“哎呀，江勋也在看我直播，在看卡乐直播，比较4D 啦。”这个4D 好像真的蛮精彩的，好像真的人是会摇呢，好像真的很像人的感觉。你说看到我是不是？对啊，很像一个 live 的。我是人，我是人。我跟你讲，4D 的话还要闻到香气。你们有没有去看过那种 4DX？ 来，我让你闻看我的香气。不用，不要太高级，可以吧？还可以吧？我妈妈会难过。你妈妈想说。江勋怎么来台湾又开始被男生？我今天的香气还可以吧？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了。第二次攻击你了， okay, okay. 还可以吗？今天 还可以，今天有好多了。好 ，OK 啦，来久了就习惯了啦。我们台湾的男生都比较攻一点哈，韩国男生小心了啊啊！来台湾小心了哈，没有啦，好谢谢啊，我妈 Beauty， 你看看得很用心，还帮你想一下。你的心境的感受，没错。韩妞，还有 Tabby 素韩妞，嗨嗨嗨，好。刚刚的这第十名到第六名，算是之前都一直很大红的歌曲。然后呢，比较新的歌，在我们第一名到第五名。等一下，卡特帮大家介绍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名到第五名 ，Let's get it。刚刚看完是我们本周 K-pop 第一名到第五名，然后我刚刚有发现有几位我们温妮的粉丝温泉蛋们，然后在问说温对，还有他粉丝叫温泉蛋，对，真的叫温泉蛋，然后他问说温妮去哪里拍谁啊？温妮今天去拍戏啊，所以。真的哈哦，今天去工作，你不要太乱掰了。你是他经纪人吗？啊，那个哈，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问你去拍戏啊，没有空来上这个直播节目了。我好像变成你不要乱讲啊，乱讲不是啊，搞不好在家你看你的直播了。对啊，有可能问你现在偷看，卡在乱讲，明明是去。做别的节目，然后忽然间变拍戏，没有了，我不确定了。我刚才他就别的工作了，这样，所以不好意思啊，男性观众们，不好意思，今天要看我们两个男生啊，这画面上来讲，可能让你们比较眼睛比较受创一点哈、啊，先跟他不一。你看那个导播哥哥们那些都不对啊，今天微笑啦、啊，今天摄影师大哥一点笑容都没有，对，一点笑容都没有。平常拍温妮的时候这样。来，遵命遵命，现在拍我们两个照，差太多了吧？啊，快点啊！还有几分钟，47分钟还下班是不是啊？没有了，温妮已经有其他工作了，没有错、啊。然后跟各位提，像刚才有看到有人问说，今天是不是有抽与神同行的东西？没错，问得好。等一下下半段，我们一开始先抽我们摇滚芭比，等一下下半段介绍与神同行的时候。也有一个礼物，怎么抽与神同行的海报，而且今天加码再送你免费的门票，好不好？越搞得越来越像东森购物了哈！加码，你们绝对不能错过，好不好？要买要快哦，这样吗？要买要快哦，安妞。然后我们讲一下第一名到第五名，而且有一件事情要先跟江勋聊一下，就是江勋8月25号到8月26号有一组也是 K-pop。重量级的团体要来到我们现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现在真的 ，One 要来台湾办演唱会了。江勋也是现场的翻译，我很荣幸又可以去见大明星了，好开心、哦！又可以见到大明星了，有没有最期待见到谁？跟我一样姓的、啊。唐塔尼尔，江丹尼尔，对不对？那你想要看江丹尼尔的腹肌的4D 吗？4D 哦，4D 的腹肌要闻味道吗？不需要吧，那就好。你可能会被工作人员先打一顿，先可能不行了哈。如果江勋一边翻译说啊，那个丹尼尔那个先闻一下才能够帮你翻译，不行了。我们家卡特是这样说的，没有啦，不行。江丹尼尔真的，大家多多来，不只有江丹尼尔，还有朴基魂啊、朴武景，对，还有像其他的真的都很红，翁松武都有机会，8月25号到8月26号，大家如果有买门票的。真的很期待，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期待，所以来宣话说有去吗？有，他会去，你在现场，你找他好不好？不要找我，找 One One。
没有一个人会找到真的找你找他也没用、哦、真的他也没有办法像那一天哦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那一天也是去当《与神同行》的翻译，应该很多人看到我了吧？对对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人举手？《与神同行》的翻译，他当翻译有很多现场的姐姐，你知道吗？哎，江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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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叫江勋，江勋想说，哎呦，天哪，我主持《韩星报报》韩国阿拉友人气暴涨，江勋为什么这一段我没有听过？立刻跑过去，然后我加了，我加了哈，立刻跑去。哎、啊，看我出来了、啊！来来来，哎呦哎呦，就这边右边那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跟朱志勋，对我在旁边翻译的。你看这里也有，这里也有，真的我要炫耀一下各种。然后他一直骗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与神同行》的另外一位演员。没有，哎、欸、没有，那时候其实蛮多那个走红毯的时候蛮好笑的。对，因为就是那个朱志勋在走嘛，帮他们签名啊之类的。然后其实有一些妹妹会认识我，江勋，江勋，江勋，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对，还蛮感谢的。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热，对，我就很感谢哦，谢谢你，谢谢你。但是他后面补了一句，哎，江勋，不好意思，可以把那个朱志勋照过来吗？我还没签名，傻眼。所以他根本只是把江勋当成一个。算是那种把我当工具人，把他当工具人呐、啊，对啊，啊，你叫你来啊，你把朱志勋带过来。重点是朱志勋，不是你。对啊，不是我，没关系，是他。所以哦，大家去 One on One 的时候也记得找他啊，他也没办法帮你做事。我跟你说过了。对啊，哎、欸，韩星抱抱我们小编说羡慕江勋呢，可以看到朱志勋呢。没有啊，他们也有出现啊。啊，他这里的姐姐是不是？这里的姐姐有几个出现了、欸？你说他们有都有去现场采访啊？所以他在装疯卖傻就对了。对、啊，装我们韩星抱抱小编现在装说他明明也有偷看到，他有来吧？我觉得应该应该有吧？哎、欸，你有看到还在装跟我们的姐姐妹妹一样？哎、欸，还在装哦。好，哎、欸，等一下这样，我们先聊一下 K-pop， 我们忽然间跳到下一段去，来先讲一下 K-pop 吧。K-pop 刚刚第一名到第五名，大家有看到，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第一名这一首新歌真的 Zico 跟 IU 的新歌好不好？真的要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因为这首歌、哦、算是韩国两个音源怪物的合作。对，这首歌叫 Soul Mate， 对 Soul Mate。然后 Soul Mate 这首歌一出来，音源榜整个大喜，因为算是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比较不知道 Zico 在九年前有跟刚出道 IU 一起合作过，对，那首歌叫 Marshmallow， 对 Marshmallow， Marshmallow。而且那时候 Zico 其实还没出道，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去年。IU 的演唱会，光州演唱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啊，原来他们当年帮 IU 配唱的就是 Zico 这样，那、啊、Zico 现在也是变超级大师，对啊，他很大界，真的真的超猛。然后所以这首歌一出来，席卷整个音源榜。不过最近啊，因为这个是上一周的周榜，其实最近韩国前几天有一首更新的歌曲，大家知道吗？来，大家刷出来好不好？八月六号，夏天。去年夏天有一首啊，白干嘛？不不不不，哥哥没和你哦，在这的窗边的弹的声，麦瑞克曼。我跟你讲，哪一个女团？大家先刷起来，现场。我真的蛮好奇，现在你在家里也会这样吗？我看到电视屏幕，我看到电脑屏幕，就在 YouTube 一点下去啊，白干嘛？哥哥没和你哦。哎，那个隔音好，嗨起来，隔音还不错。我住乡下，隔壁都没有人，大家都可以嗨一发这样。没有啦，你猜一下哪一个女团？Red Velvet，Red Velvet， 真的，八月六号，好不好？我说要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三位摄影师大大的脸都很无奈啊，嗯，那这个又开始嗨起来，又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Red Velvet 没有错，最新的新歌八月六号夏日特别专辑，因为去年真的因为这首《白干嘛》全韩国超红，对，到现在都很红。你那时候有在韩国？你那时候有回去韩国吗？嗯，好像没有。没有，那你一直在台湾，蛮可惜。要不然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全韩国基本上真的满街大巷都一直在播这首歌。所以今年 RV 的夏日回归，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没有错，像我们香优谢说 Power Up， 没有错，最新的新歌 Power Up， 然后就是把。banana ba ba banana na na ba banana。卡丁，你刚刚不是要跳舞吗？没错，我就是要去练。对，我们刚刚上，因为这个舞蹈叫波涛舞 ，Sergi 啊，对，有在 IG 上面有教西侧，然后还有教像东方神起的 UNO， 还有像 NCT， 还有像很多 XO 的 SUHO。我刚刚也有稍微教了一下我们江勋，好不好？我们看看江勋学不学起来波涛舞，来来来，先来来来 live 来给大家跳一下。要不要教学一下？我稍微教一下，要吗？先放你的鞋带。哎、欸，真的耶！我的鞋带。你刚刚太认真跳舞了。很简单，就跟大家讲这个舞蹈哦。大家昨天如果看 IG 的话，这个蛮简单。等一下我们先跳一次，再教大家怎么跳。来啊，来啊，来啊！三啊，六七八，一二三。
四，哎哎哎，嘿哎哎，有没有？你很棒，不错吧？啊，还有一个，你知道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最新的鲨鱼舞啊，鲨鱼舞，然后你要这样，大家有在跳吗？就这样，大家在家里面一起跳，那嘿嘿，对，哎对，像王心妹说，允儿也会跳，真的，因为允儿昨天也是一样，算是 Yuna 少女时代 Yuna， 然后也是一样，学一次就学会了，蛮简单的，学一次学会了，来来，现场大家我稍微教大家一下好了，帮你们分析一下，很简单，一二的时候屁股两下，一二往右边，一。二，忽然间好像看有氧舞蹈教室的感觉，来，然后手呢这样子有没有？来，各位小朋友，跟着卡特哥哥的动作一起做，来，右手往上画一个半圆，好，来，一、二，这样子 ，OK， 好，两个动作了， okay. 然后接下来是五六七八，两个拍子，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对，这样， okay. 然后呢，手是这样子啊。用 wave， 因为这个舞蹈叫波涛舞，就是波浪舞的意思。你要先用你的右手挖，挖下去，挖上来，挖下去，棒，这样子啊。陈坤志说：“将军钱不好赚。”嗯，钱不好赚，真的不好赚。我妈妈在哭了，现在。他韩国在家里面不好赚钱，跑来台湾，真的在这边跳波涛舞。来，这样一、二，完以后就对，然后换左手，屁股一样，左边屁股一样，屁股一样，左边两下，一、二。好，然后换左手，一、二 ，OK。然后一样，这边转过来，变左脚、右脚、左脚、右脚，然后左手往下，一、二、三、四，好尴尬，就这样子啊。你，你知道完全，要不然你跳那个叽叽的那个。跳这个，好来个没有啊，稍微吊带一下，来再最后再跳一次，啊、跳一次，蛮简单的，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学。嗨，卡特范景佩安妞 ，Hello， 认真，我很认真的。如如意说你很认真，真的，我很认真，但是学不起来。不会不会，这个跳几次就会，来再放一次。已经跳几次了，反正就爽就好了， okay, 开心来来来来来喽，一六七八，一二三四，哎五六七。二三四，嘿，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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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鲨鱼，嘿嘿嘿，哎，他这动作我教你好了，这比较简单。鲨鱼舞阿姨桑，这样子，好，这样子，因为他有个，他们最近不是有一个鲨鱼家族，你知道吗？有一个鲨鱼家族，就这样子，一、二，然后第三个动作这样往前，这样，嘿，哼，这样，哎，就这样子，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那个刚转来的人不要吓到啊。这个节目不是一个，我饿了。好，这个画面其实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哦。两个男的，然后两个男的，两个男的主持啊。那个先，我们先跟那个观众敬礼一下，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抱歉。五点半让你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啊，不是很干净。他们要吃饭了，是一个吃饭的时间。不好意思啊，我们那个温妮的温泉蛋们，本来是在看温妮漂漂亮亮的坐在这边，对，变我们两个在这边啊，真的啊。全是外面的系列还没不觉得啊，继续继续，安妞好啦，继续啊，快点啦，进。然后真的啊 ，V 这首歌，整个很尴尬。哦、要不然你 solo 一段好不好？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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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是自学吗？对啊，昨天用那个 IG 上面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大概怎么跳，蛮简单的。大家对回家自己跟这个歌曲稍微动一下这样。然后这是 RV， 因为这首歌现在在韩国真的非常非常红。他的一出来当天就创了女团的音源记录，算是他收听人数仅次于 One on One 跟 BTS、oh. 所以真的是因为去年 Melo 的改制嘛，很多音源都改制，然后他算是现在女团的当日最高的收听记录，出小时这样。然后呢，像最近他在昨天晚上八点半，这个台湾晚上八点半，第一次他们 Perfect OK， 什么是 Perfect OK？ 就是他们总共韩国有六个音源榜嘛。这 Sorry Brother、Mnet、Box 全部都第一名，而且是周榜也第一名，日榜也第一名，实时之间也第一名。然后呢，在 iChart 上面也是第一名，所以这就是 Perfect OK RV 的第一次 Perfect OK 在昨天达成了，非常非常棒，拍手，真的，哎，真的不错不错。所以大家好好关注一下，他们这个礼拜五音乐银行就会回归了，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RV 的动作，这是到底这次能够拿几位这样？魏博勋说：“温妮，拍谁啊？”魏博勋，他开始想念温妮了。现在对啊，很多人开始。我们这边有江妮啊，江妮在这里啊，你会不会模仿温妮啊？啊，你会模仿温妮吗？你应该会吧？我觉得温妮哦，温妮的温妮怎么模仿啊？温妮，哎哎哎，我的钱哎。欸
哎，我的钱包呢？我忘记了。他有一种傻，有点傻憨傻憨的，我有点难模仿。我也不知道温泉蛋拍谁啊，不知道再怎么模仿他，拍谁？就这样子的。哎，所以感谢大家帮我拍手。这是直播节目，不能剪的。啊，没关系啊。不用，我刚刚那一段我也没在怕啦，随便演。忽然间叫我 模仿，我也没有模仿过嘛，就忽然间哎，我忘记了，我现在再观察一下，问你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啊？随意啊，妞啊妞，哎，所以熊爱啊妞，什么东西？打哈欠。打哈欠哦？啊，对，问你常打哈欠，他很喜欢睡觉。是哦，他都会打哈欠，是不是？哎，不知道哎，他会常打哈欠哦。他常打哈欠啊？这关心一下吧。是哎。对。哦，哎，我好像，哎，我真的好像都没有特别关注。他很喜欢睡觉，他可以睡一天，一整天真的，他可以睡一整天哦。温泉蛋加油 ，fighting， 赶快把他叫起来，他喜欢睡觉。好了，快点来下，还有我们这啊，对，还有一组团体，想要跟大家好好私信介绍一下，江轩也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在8月19号，这个团体哦很特别，他们花了1年又10个月的时间出道 ，teaser 放了1年又10个月。才集合成12个名单，一般的人哦，在出道大约花一个月就把所有 teaser 放完了。这个团体还花了快2年时间，才把所有的团员集合在一起，在8月19号要正式出道。以大列 Sonio 这本月少女，这个月的少女，这个团体如果有在跟 K-pop 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个团体最近啊发了一首新歌先行曲叫 Favorite， 他们很特别，他们在出道的过程，一般的团体都是先出本团，然后呢出完本团以后有。后续再慢慢出子团，可是他们是这1年10个月中间先出了3组子团，本月少女1/3，然后这 OR， 还有像那个 YYXY 3组团体这样，然后3组子团组成一个本体，然后再进，而且8月19号要组开第一次他们的演唱会，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本月少女，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好好的支持一发，看他们到底可以。会不会成为新时代大四女团？这样不错不错。好，下一个 pass， 所以下一个 pass 就要换江勋出马了，好不好？刚刚那个 pass 是我出马，接下来这个 pass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你就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影片 ，Let's go。2017年在台湾刷新韩国电影票房纪录的《与神同行》来啦。演员群马东石、何振宇、朱智勋、金湘奇和金东旭为了续集《与神同行：最终审判》特地来到台湾宣传，红毯整整走了1个小时，众神们和贵人都超亲切的和粉丝自拍签名，看来他们真的很喜欢台湾呢，粉丝服务做得这么好，让人好感动。이번에처음와서이렇게인사를드리는것같아요너무너무반갑게또이렇게큰사랑을주셔서정말너무나감사드리고앞으로쭉계속오고싶네요감사합니다너무재밌고요어떤뭐이색적인풍경도너무좋고이런아름다운곳에와서이런행사를여러분들과함께하니까너무행복합니다아무래도신과학기2편에서는액션도많고뭐과거분량현재분량을왔다갔다하다보니까감정적으로쉽지가않았어요근데저희들끼리열심히찍어서뭐액션도잘나온것같고굉장히재밌는요소들을많이보여드릴수있을것같아요재미요네지옥중에요네네네너로가고싶은지옥철륜지옥왜什么왜요철륜지옥은이제부모님인가의그런관계에서나오는지옥이기때문에가장중요하다고생각을하고네그래서제일최고라고 네안녕하세요저희영화이렇게관심가져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합니다이렇게멋있는옷을입고그런모습을보여드리는것도굉장히즐겁겠지만그래도충분히여러분들이사랑해주시고또관심가져주셔서너무나행복합니다네哦，这个就是我们《与神同行二》，有没有看到他手上这一把贵人 Queen？ 哎呦，我是第50个贵人，你是第50个，因为第19个在第二部里面就出现，第三部应该会出现我。安妞，而且我刚刚有看到我们观众真的有在仔细看，他们说：“哎，江勋在旁边呢，哎，我在很认真工作啊，真的，大家有看到我，看他满身大汗，那一天真的很热，超热，而且你要跟着，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大家都很
亲民啊，每个人都自拍，然后到处签名。对，这样你们到底红毯到底走了多久啊？还记得吗？半小时？没有，应该不止半小时，不止半小时，40分左右吧，40分钟左右。对，哇，每个艺人都很热情。那你有帮忙签名吗？我，对啊，那我帮他签，我还在这里吗？你现在可以主持国际的大档，对啊，真的。而且跟各位提一下，为什么这次的记者会特别重要，是因为他们选择台湾做成国际记者会的重镇。对，那为什么很多记者过来台湾？真的，像马来西亚、香港啊、新加坡，几乎都全部来。跟大家提，为什么要选择台湾？因为台湾上一次第一集的票房将近5亿，它全球的票房是33亿。所以他台湾我们就占了全部7分之一很厉害。而且台湾这边很多小朋友比较不知道，就是有件事情，为什么每次一些好莱坞的大档的动作片或者说娱乐片都会选择先在台湾上映？很多人应该不知道原因吧。这种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收视的票房表现跟全球的趋势非常相似，他只要看台湾的表现就知道他在全球大约要布阵多少的厅跟布阵多少的票房，他大约要上多少的资金，所以台湾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表现。所以这次与神同行也是一样，应该说业界人都知道台湾的整体的票房表现不会跟全球相差太远，对，所以都会选择台湾是一个很重镇的地方。有没有为台湾拍手？哇，学到了，真的。江勋现在都要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了，选择在台湾，快要了，不错啊！大家问一下，大家现场大家有没有去看《与神同行》了？昨天8月8号正式上映了，真的，我刚刚看有些朋友真的都有去看，像吴秀仪有没有？他说金香琪真的好可爱，不错。哎，对，我们问一下江勋，在这样子翻译的过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好玩的趣事？因为他们总共来4天嘛，对，有没有什么很好玩的？哦、oh, no. 有红毯照片可以看我。好好、啊、有没有他的半拍？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人生第一次走过红毯，其实我没有机会，我当然没有，谁会有机会去走红毯，对不对？那、一到了那个场合之后，我就会很热情，真的，每个人真的超热情，那个心情真的不一样。对，哎、欸，那你可以嗨出来大约现场大约多少人吗？粉丝大约去了多少？你觉得有没有1-2千人？没有，差不多吧，1000人以上吧，我觉得、1000个以上，哇，超级厉害！而且这个是算免费的场合，大家都可以去现场。对，在市政府前面，市政府广场，真的不错。因为很多人都来啦，来的人举手。来，有没有人去现场的？有没有？如果在家里面看我们的 live 的，有没有？真的，大家举手一下，真的，当一天是非常非常盛大的。对，而且看这种红毯，我说实在话，因为江勋应该也知道何振宇。这个等级的角色在韩国是看不到的，对，我也很荣幸可以看得到他们。真的，因为他们在韩国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演员。对，真的跟各位提一下，因为哦，像我们知道何振宇这种角色，他跟哪些影帝是平起平坐？我讲给你们听：宋康昊、崔明植，像一个宋康昊、宋康昊，然后还有崔明喜，我讲中文他不知道谁，崔明喜，然后还有像其他。黄正明这几个大咖，就是有拿过影帝等级的。何振宇就是刚刚平起平坐的大等级。你在一般，你要在 CGV 一些开幕式要看何振宇都看不到的。对，没错。没想到在台湾的现场可以看到我们这种等级超大的影帝，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啊！而且看现场真的超嗨啊！你有没有私下，类似说什么在跟他们翻译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可能哪里翻译卡住之类的，印象很深刻的。翻译卡住是还好。对，如果你翻译卡住，那真的蛮奇怪的。对，应该蛮奇怪的，我就不能再当翻译了。没有，哎、欸，彭于香说没有上班啊，有时候话说看直播，何振宇一出来气场很强大，真的。而且何振宇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应该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就是何振宇吧，我记得。No， 最后一个，没错，他应该第一个出来的就是朱志勋。对，因为他的气场是最强，他应该说他的辈分是最资深的，对，而且他的资历真的非常厉害。真的，像我第一次啊，像这一部戏啊，跟各位提一下，这部戏有何振宇嘛，然后还有另外我们金东旭。金东旭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看他们两个一起演过一部戏，这部戏韩国非常红，跟大家推荐大家去看一下《Kuga Table》，国家代表《Kuga Table》啊，《Kuga Table》，《Kuga Table》就是这部戏哦，也是这位导演金导演拍的作品。然后这部作品，如果你喜欢《与神同行》，也可以去看，有笑有泪，而且在讲那种共同奋斗的过程，还讲几个滑雪选手。然后呢，因为如果没有
成功出去冬奥比赛的话，他们会整个被博取比赛资格。当年在韩国也非常非常红，应该票房也有七八百万人入场。如果你喜欢与神同行人，也可以去看一下，非常推荐你去看。然后真的像哎、欸，那你现场你的这个，哎呦哎呦，与神同行人，但是不是我的，我不敢动它，就是直接会生气。没关系，也可以弄一下啊。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像你，那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你是在哪里见到他们？是在去现场的时候才见到他们？不是，在饭店。在饭店。对对。那情况是怎样？你有被震到吗？就是说，我其实蛮期待，因为我也有看那个《与神同行一》嘛，那时候其实我也有哭，而且印象非常深刻。嗯、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时候我可以看本人，哇，是非常的激动、嗯，但是也不能表现我很激动的样子，因为我是去工作嘛。对，因为他是去工作，他不能说Queen Mika， 我是贵人吗？你大头啦，你说贵人不能这样。我们真的有时候在现场看到那种大明星，Queen Mika， 我不是啊，不能，我们不能够表现出那种小粉丝的东西啊。对对对，有一件事情我都忘记跟他们讲，我们今天好不好？要送东西，要送我们每个人都在期待这一个瞬间，期待这一刻了，要送与神同行的票跟海报，只要留下来，好，只要留言说你最喜欢与神同行。哪一位演员你就有机会获得？其实蛮难的哎，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实话，说简单就是简单，但是说难也会很难。那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员？我最喜欢。你讲错就会失去以后工作的机会哦。我每个人都很喜欢。你每个都很喜欢。我最喜欢导演。导演真的是很厉害，对，导演真的很厉害。是是是，大家可以留言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与神同行的演员？写下你的原因，就有机会获得海报，再加上免费的票一张。如果已经看过的人，也可以去二刷或三刷，非常好看一部电影。这样，我自己是还没看啦，可是我有先看了一些。第二部嘛，不会雷的，对，第二部，第一部他绝对不会雷，这部电影我觉得一定会好看，对，绝对是好看。然后我稍微看了一些评论，他们说先给大家讲，还没去看的人先讲一下，就是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比较多是在过关嘛，就是不同的地狱，这一集主要在描述三位角色千年前的一些因缘，跟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地狱使者，对对对，比较多人性的描绘，他们的故事性的，哎、啊，那你有看哦、喔，你已经有看，我啊，你当翻译，可是你也不能看，对不对？没有，我其实他们有给我机会看，但是我那时候有工作，所以没有时间、啊，那可惜了，没关系，我打电话给你，我约你去看，好。啊，不可以拒绝我。我应该无法那个无法通。拒绝我，所以哦，对，然后呢，我们送这次海报，再加上电影票，总共会送出三份，好不好？就是海报加电影票，总共三份，所以有三位得奖者，只有电影票只有一张哦，电影票一张，再加上海报一张，所以总共会有三份。如果你抽到一份，自己要再去买一张啊、哦，自己再买一张，带你的朋友对男女朋友去看一下，不错不错。来，像 Jessica， 我们的这位是我粉丝啊，苏万姐，她最喜欢金香起，真的很可爱，表现力也很棒。对对，提到金香起，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哦，像这部电影《与神同行》一上，台湾从《与神同行》一，因为《与神同行》是半年之内就上了第一部跟第二部，它是连在一起拍的，对对对，所以这一件事情算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我有去看他的资金，他说他第一部单拍一部要花8亿吧，可是他如果对他如果，哎、欸，他说他单拍一部是5.1亿啦，然后如果是只拍一部是8亿，所以他两部一起拍会10.8亿，他总共可以省2亿多元这样子、哦，所以他算是一次就把资金全部敲起。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有人做过，也是有做过，像赛德克巴莱那时候也是一样，两部合在一起做，所以这种东西如果要合在一起做，非常的吃剧本。就是如果你剧本不够好，投资者对于这件事情没有自信的话，他们不敢投这么多资金下去。对、嗯，所以这个也算是挑战成功，而且它整体的概念非常的，应该说很适合我们亚洲的观众啊，包含像韩国啊，或者像台湾，然后我们都有这种阎罗王啊或地狱这样，所以大家也会得到非常多的共鸣，非常非常好看这样，不错不错。然后提到金香起，我自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台湾人嘛，像可能你我看完以后都会想说，哎、欸，台湾会不会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拍一部像韩国这么棒的作品？这样、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议题，不只是。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很厉害的电影啊，对 对, 對，比如说《那些年》啊，什么《我的少女时代》之类的，都在韩国很红。真的，真的，真的也很红。然后，可是这种是算是超级无敌大作，资金上有点不同。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像哎，吴鲁鲁说，我喜欢何振宇，最爱何振宇。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金湘起啊。因为金湘起在这一次的第二集里面戏份很重，对。那韩国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新生代的演员很厉害、很会演戏的演员不断的辈出，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断层。包含像金湘起，或者说你们有看鬼怪金高银，然后或者说像是有一位叫邱武喜，邱武喜有演韩国来哟，解语化来哟，解语化。解语花一部韩文，解语花怎么讲韩文我也忘了。还有青春物语，有一部他得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得了青龙奖最佳女主角，都很年轻，大概只有27岁、28岁就得奖。然后还有很多新生代女演员都很强，包括像金湘起，她也17岁、18岁。对，可是你看她的，你不会觉得她这么年轻，演技上面是很突破。我觉得有好的剧本、好的资金，可是真的就是。还要有好的演员去撑起来啊，没有这种新生代也不行，这样。对，应该导演的那个角色也很重要。那你看到金湘起本人，你有没有心动？哦，就是为什么？我先害羞一下。金湘起本人真的很年轻、嗯，真的，因为他不到20岁，我记得他不到20岁，对对对，他快要那个升大学了吧？我记得，嗯，对，所以是很青春，很像，就有点像妹妹那种感觉啦。对 对, 對。而且这一次还有加入我们，如果有看《四速列车》都会知道马东石啊、哦，马东石这次演家神。那、啊、你看到马东石本尊，你有没有吓到？真的超壮，对，很壮，真的很壮。然后其实马东石在台湾不是很受欢迎，因为他的电影都在台湾很红、嗯，比如说什么《釜山行》啊，对，什么之类的，对，都是马东石出来的嘛。真的，对。还有最近有那个冠军大师啊，对，冠军大师那个是很红啊，都会看的超级无敌快。就是很热血一部剧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夯。哎呦，朱志勋，那你跟最久，你在我跟最翻译的时候，你跟最久的是哪一位？朱志勋，哦，朱志勋真的，这边小朋友们真的，如也、欸、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姐姐们，如果你2006年就有看《公野蛮王妃》的话。跟伊恩惠，你一定会很红哦！哇，所有的少女回忆都回来了。我当年喜欢的李信，来，有没有人是喜欢李信的？因为当年有，你喜欢李信吗？你喜欢李信吗？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以前学生时期暑假的时候，李信跟李律，另外一位就是那个金啊，朱志勋金，大家帮我一下，金后来去中国跟日本演戏了。数学非常好，金真勋啊，金真勋想起来了，金真勋、啊，没错，李律是金真勋，他数学超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问题的男人》，蛮猛的这样。哎，信君不错 ，In A 吧，所以大家好，安妞安妞，我有看《野蛮王妃》安妞，哎呦，我看到有一个观众留言称赞我们，你有看到吗？没有。我们说一部好的剧要好的演员才能撑起来，有一位观众他留言什么，你有看到吗？没有。一个好的直播节目要有两个很棒的主持人来撑起来。Oh.谢谢。给这位，应该就是我吧？两个，有我，都有我，有了不？三张给我。好，谢谢。你觉得他们一定会喜欢吗？这个动作？没有，那一个留言的好像是男生，他可能现在就。没有，感谢啊，三张给我，有了不？感谢啊，谢谢。不然看，现在也是有男生支持我们两个的。啊，你有男粉吗？就是男生的粉丝有人吗？你干嘛笑得那么爽啊？他整个脸红哎、欸，没有脸红啊？为什么？热哎，怎么那么热啊？今天真的那么热，真的还假的？那个是小编吧？不是我们的暗装，真的有人这样讲，感谢再让给哦。星光雨的忠实粉丝，他是星光雨的忠实粉丝哦、喔，哇，谢谢你耶，再让给，而且他的大头贴也是星光雨的那个大头的那个照片嘛，谢谢你，再让给哦，孔茂友，还有我的老粉丝，Fanny 安妞，喜欢绿军，不错，真的，那你。看到朱志勋有没有真的被他帅到？哇，他真的是无敌！我觉得他本人真的超帅，而且很高，比例整个比例真的是模特哎、欸！哇，所以不敢站在他旁边。而且江勋有偷偷讲，他说他本人私下超级无敌 nice， 人也很好，然后是又很帅又很高、嗯，对，就是一个无敌的那种很完美的男生。真的，對對對，如果喜欢我们朱志勋的粉丝，真的记得下次去。红毯的时候继续叫他哈，他还是会尽他可能帮你们去弄这样子。老板那时候我不在了，不会啦，你下次还是御用的，真的。江勋那几天哦、喔，都非常的辛苦。真的很荣幸，我来台湾真的蛮荣幸，可以见很多那种明星的翻译，真的。而且那个都是在韩国，真的是很难见到。在韩国本地也是很难见到的那种演员们，像 BTS、One on One， 哇。何振宇、朱志勋，对、啊、哇，与神同行的演员们，对对对，朱志勋最近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北风》，然后跟黄正明一起演的，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上？啊、对, 对, 他有说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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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好像8月10几号会在韩国上映这样子，对 对, 对，大家也好好关注一下。不确定台湾会不会上了，我们不确定。可是与神同行二现在台湾的影院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好看啊。所以姐妹麦，没错没错。朱志勋这次又演两个角色，在戏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别，演得很棒。所以来，快点，快点，快点啊！所以，所以来，哦，我惨了，我们今天讲《与神同行》讲超久，好，记得大家好不好？只要留下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理由，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三组门票，再加上海报。然后我们看一下记者会的影片 ，Let's go。한소보다는좀덜더워서좀창피한느낌이었어요真的吗？比韩红比昨天一直在擦汗呢。昨天新闻你有没有看到？播出去都是你在擦汗。喂，人家何振宇第一次来台湾走红毯，紧张冒汗是很正常的啦。我就不说，朱志勋还特别自备小风扇呢。풍공작이라는영화촬영을때문에한두차례정도방문을했었어요그리고지금세번째인데거리도항상깨끗하고뭔가좀정이넘치는느낌이좀들었어요저는그건我对台湾印象不太一样与神同行因为在台湾开出海外最高票房演员阵容何振宇朱志勋马东石金湘起金东旭以及导演金荣华都为了续集与神同行最终审判特别来到台湾宣传谢谢大家来我们大家请起立好谢谢好我们记者会呢就到这里了没有啦大家难得来台怎么能这样就结束不送点伴手礼怎么过得去呢啊金湘起小姐您不久之后要过生日了Make a wish, make a wish. 신과함께대박대박나라대박나길그리고아오늘은제가대만에와서버블티랑망고빙수를꼭먹고싶었는데시간이많지않아서살짝좀아쉬운것같아요아好可惜啊准备什么绿豆糕干嘛呢真是猜错了下次准备果然一般众神们在想什么的那如果下辈子还是不能当人马东石的回答倒是很实在글쎄요생각해본적없는데지금막생각해보면다시태어나면사람이라는걸로전바위로태어나겠습니다네제가가만히있는걸좋아해서最后我们一定要学一下中文当我说请期待请各位一起说与神同行OK, ready? Ready? 马东石先再 repeat. 与神同行同同 TTT, 同行请支持与神同行。谢谢康昌明啊。我下辈子也要变石头，我也要变石头。哎、欸，你在现场听到他讲说他想当卡玛尼伊能狗球，他讲过很多次。你、哦、他讲很多次是不是？对，他因为很多媒体都会问一样的问题，类似刚刚那种问题，他都会回答我要下辈子用石头当石头，因为他是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动啊，可以站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不用动啊，蛮好玩的，真的蛮好玩。而且跟各位提，马东石其实是 ABK American Bone Korean， 嗯，对，他所以他有很多那种美式的幽默。很好，对，因为我最早看到他是跟一个韩国 YouTuber 合作，然后他们讲很多英文的那种翻译对话，对对对对，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很有趣，对、啊，不错不错。最喜欢朱志勋姐妹麦，对，来，还有哎、欸，我们还有下一段了，等一下，刚刚就是与神同行，记得留下你最喜欢的演员，然后呢就有机会得到我们三组电影票电影或者是。对 ，poster， 没错，我们 poster 海报，再加上我们电影票，没有错。来，接下来下一组，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真的八月三号这个新闻出来，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虽然 K-pop 一个一大波动，所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泫雅跟我们移动的新闻。Let's get it。Written down the words to say It is time I've been waiting 5 days To explain How you make me feel inside Baby Got it all figured out Wanna do this right There's a doubt in my mind Baby you're the one 나가서 그래 네가 못 나가서 그래 답은 간단하지 그래 관심 부족해서 그래 원래
哇，这个是上礼拜真的是最大的新闻，当天整个连着全部都是真的新闻，对对。Cube 社内恋爱连三播，而且当天哦，真的 Cube 忙不完，一直发新闻，一直发一直发，就忽然间爆了三组，然后最大一组，因为台湾大家都比较认识泫雅嘛 ，Hyuna 的话跟伊动，因为他们一开始是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一开始是。伊动 Pentagon 的粉丝 Universe 觉得泫雅可能太多动作太亲密，觉得哎、师姐怎么会这样子对师弟这样？后来就当天八月二号晚上就传出说，哎，他们两个其实交往。结果 Cube 是说没有，他们两个没有交往，立刻十分钟就讲说没有。可是隔天，泫雅承认了，自己承认，对 对，就泫雅自己承认说他们其实是有在交往这样。然后 Cube 自己就措手不及，后来又出现呼以跟苏锦有一起有交往跟苏锦，然后后来又有出现。Uto， 然后跟那个我们的瑞恩也是有交往，然后他就立刻澄清说，像那个呼伊他们是已经分手了，然后 Uto 他们是啊，他们是那个已经他们只是好朋友啦，去外面逛街这样，所以他们当天真的超级无敌忙，对，没错，哎，对，有照片，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Let's go， 啊 ，Stay Winner， 像我们这个是最近刚回归的 Triple H， 啊 Triple H。这我还是很推荐他们的歌曲给大家听啊 ，Retro Future， 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走得非常前面。现在 K-pop 算是在走一种很创新的元素，然后表演整体也很好看。可是很可惜，因为这一次，刚好被爆出是恋爱新闻嘛，所以他们八月三号爆出来，音乐银行是他们最后一次表演，后来就立刻瞬间下车。对，就是很多活动都取消了。公开前。没错，没错。这个是像他们的幕后花絮， oh. 然后就说他们两个动作太亲密啊之类的，对啊，师姐怎么可以这样对师弟啊？后来因为承认恋爱了嘛，所以一切就有可以解释了，知道说啊，因为已经恋爱这样。然后哎 ，Z Lau 说 ，Z H I L A U 说，将军，你有女朋友之后你会公布吗？你公布多久了？将军有女友后会公布，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你交往多久了？三年了。现在给我们女朋友来一个涌上拥挤影像信。Oh.你多爱女朋友，讲一下好不好？来了来了，他完全没有在管掉粉的，来来来啊，来一个甜蜜的音乐吧，我帮你唱。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你好，谢谢你跟我在一起，谢谢。好了好了，这样就好了啦。女朋友是哪里人？哪里人？啊、我女朋友是文莱人。文莱人，真的，对，真的，在台湾异地相遇，对，两个韩国人跟文莱人。在台湾这个宝岛相遇，我还没要结婚呢、啊，你怎么可以讲的好像要结婚了，自此了一样，对，已经像主婚人一样哈、啊，在两位我们新郎哇、啊，我们新郎谁要新郎、啊？他们也怕的，哎、欸，他 IG 对对对，对啊，我很常放闪啊，露露E他每天都在放闪的，对啊，他最希望多按赞啊，谢谢你们，对我确赞。那什么时候拍一个你自己的我结，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结婚无力 Q 龙会死了。谁会看啊？重点是我会看，我会我为了你要拍守你的 IG， 我看我在看你的节目这样，不错啦。对，还有照片啊，看一下，看一下，对，我们看那个照片。对，大家要看泫雅就忽然间变将军，我们看一下照片 ，Let's go。啊，没错，这个是他们上音乐银行的时候，因为这个表演刚好 Hyuna 就是有跌倒，然后呢，伊动就是把他扶起来，对，因为。然后最后呢 ，Hyuna 就是有 Hyuna 就是有小害羞一样，然后他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哎，没关系。”这样。其实海外饭啦、啊，我说的话，海外饭跟路人饭看起来是觉得哎蛮甜蜜的，对，大家是很祝福的。真的。可是因为本命啊，如果你是本命饭的话，大家看出来会比较不一样哦。这也是没错没错。这个是那个，因为他们最近有活动，对，然后那个啊申请说叫他退社，不要再继续活动的那个。嗯对对 对，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像 Pentagon 的粉丝哦，现在蛮多都在官方粉丝页上面有说，希望伊动可以暂停活动，或者说不要再以 Pentagon 的身份继续活动下去，这样有两边的声浪啊，也有人觉得说，伊动要继续以私人的角色 Pentagon 的成员继续活动下去，这样，所以有不同的声音。目前伊动是跟 Hyuna 都是完全被公司封印住，所以两边都没有继续活动。包含我觉得很扯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在韩国比较少见啦、啊、就是不止节目都没了，还有他们的签名会跟他们的活动，很多活动被取消了。对，被取消。而且签名会这件事比较扯，就是因为签名会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去被签名过，就是大部分要买5张到10张专辑之类的。然后他是说，如果你中了，你就拿你中的奖那张券来，我还退你钱。就是公司这么硬哦，就是真的硬到说，
我退你钱，反正我就是不要做，我不可能让他们办签名会这样。然后蛮多人是认为说，就是因为 Hyuna 有点像打公司的脸、啊、然后就是哎、欸，没错没错。然后这一位这个是我们 Hui 跟 Suzy， 这是另外一组， oh, 他们一起去逛街的时候，然后被拍到。在最右边呢，就是我们 Yuto 跟瑞恩这样子啊，对。然后就是这一次骗他共三组，忽然间被爆出来，嗯，就也是。对，就是这三位都是 Cube 家的女生啊！啊，那一天大家说哇，原来 Cube 家现在也是社内恋爱蛮厉害的哦，不止 SM 家哈哈，SM 家最近没有了，SM 家最近没有，之前有，之前有，对对对，没错。然后现在偏大共，可是偏大共出在话，因为他是一组还没有出道满两年的团体，所以算是在上升期啊。那上升期，大部分粉丝如果可，因为怎么讲，大部分的偶像哦，他你还是在出道之前。前期你还是要很关注，很关注我们粉丝的感受，不能够太过于，就算真的有女朋友了，你不能够太彰显。对、啊，像金希澈讲，你要以粉丝第一为优先。对，这是工人嘛？对，这是公众人物的一些困扰嘛，跟他必须要付出的一些代价，或者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些行为。所以他这次粉丝比较反弹，原因是因为就是。在节目上面，大家会互相打闹啊，他会觉得说你就东然玩给我看的感觉，而且两个人是没有讲、哦，而且在签名会的时候，可能就女朋友在旁边看着他，然后跟移动讲一些情话给粉丝，粉丝就觉得回想起来不爽，类似啊，有在网络上看到这种声浪这样、哦、对，所以目前就两边就是那经纪公司雪藏住他们，我是觉得蛮可惜啊，因为他们韩国的粉丝想法跟我们台湾粉丝想法说实在话，我们还是比较。开明，大家比较诶随、欸、意这样子，可是可惜这样啊。对，还有贤胜，贤胜也是去当兵了，没错，贤胜去当兵。然后贤胜之前，贤胜在 IG 啊，因为他曾经有在 IG 两年前啊，就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是2016年的时候交往嘛，然后贤胜刚好那一阵子一个月内有po一张照片跟恋情有点相关的，就是说女朋友分，好像有某一个人离开他的感觉。对，有照片，就这一张，就这样，就这个 IG 看一下160630，就在这边，嗯。然后他说：“祝你幸福，哎 ，Hanbo Castle， 嗯，然后就被大家不确定啊，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事件，可是因为时间很比较相近，所以大家有觉得，哎呦，会不会是贤胜其实是 Hyuna 的前任，然后这样子，然后现在变成移动这样，不确定，我们不确定，只是说刚好蛮多人在想这件事情，这样，没错没错，就是以上就是这一个礼拜比较大的事情，这样，真的啊你跟女朋友稳定吗？”啊，这么突然，突然，对啊，我现在在讲分手的事情，你看着我，我想说，还有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新闻啊，就是当兵的问题啊，对啊，對啊当兵啊，对对对，还有一个当兵的问题，没错没错没错，跟各位提，韩国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韩国欧巴们，各位姐姐妹妹们，如果你们喜欢 EXO， 喜欢 B2B， 或者说喜欢 SHINee 的，90年代的，真的就是89年90 line 的，就是这两个年纪出生的。Tionaso， 这是因为韩国的兵役改制了。对，在今年的8月1号正式上路。在如果你是89年出生或90年出生的，在明年1月是一定要当兵，提早2年。然后像恩光，恩光已经先进去当兵了。对，而且他跟朴美讲的时候，刚刚那张照片看到朴美是非常非常震惊，因为他是忽然间当兵。他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活动，还有很多演唱会之类的。对，没办法，因为那个法律改了嘛。对，所以89 line 跟90 line 的。如果你喜欢这些偶像，男偶像、男 idol， 女偶像不用啦，女偶像不会当兵啦。男偶像，大家要好好的，真的要关注一下这样子，对，因为韩国当兵是一定要去当，对，不当会惨，义务制的，真的，对，不当就真的会被人民一直狂攻，不太行。如果在韩国不当兵的话，其实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困扰，他、啊、连找工作都是会有，对，工作的时候他也会问你有没有当兵之类的，如果有当兵，他会一定会加分啊，真的，真的，對對對，我。来，江勋跟大家讲一下，你之后台湾当兵，你当几个月？四个月，哦，你看台湾真的是好长哦，啊，四个月还好长，哥哥们全部都傻眼，你搞恭喜各位就等哈，我已经我在陆兵第几年？开玩笑，四个月其实真的很短，我也，但是台湾的那个兵跟韩国兵不一样啊，
台湾比较轻松一点嘛。哦，台湾哦，没有没有，你进去就知道了。这边有一个说台湾当兵轻松的，你进去就知道。那比较轻松一点呢、啊？没有，一样啊，拔草拔到腰很酸，你知不知道？好像是认同，大家都认同。对啊，就整天不知道。哎，对我们节目剩最后一分钟啊，妞有不问对。然后感谢大家今天来看了，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几件事情，与神同行，还有我们新歌 RV， 还有摇滚爸比。还有对，你要问八兵，对，没错。然后还有我们当兵，没错，当兵真的，大家如果喜欢八九赖九零赖的，正奖最后奖，好，来交给你正奖，要送两奖项，要送五组，一组有两张嘛，对。然后还有与神同行要送三份我们的 poster， 还有一张电影票，大家多多留意，还没结束哈。对，然后呢，最后我们奖项会公布名单在我们这一则影片里面，大家记得再来看一下到底自己有没有中，大约一阵子以后就会出现的。感谢大家今天来看啊，每一个礼拜都有好东西可以看，也有好东西可以抽哦。来，下一个礼拜继续支持韩星抱抱的韩姑，안녕耶，안녕여러분 ，see you guys， bye。